边。弟弟 ，Happy birthday！ 你有没有吃它？你讲啊。佢要起身噶咯，你快啲唔讲啊 ！Happy birthday！ 你会唱一个歌俾佢啊？咁我可以唱吗？唔得。啲哥哥。但是我們都沒唱歌給他聽，那我做聲也是可以的。他做什麼？你做聲要先預備好，要所有東西預備好才可以唱。 OK， 我知道了。弟弟，你要出來啊。弟弟，弟弟聲音給出來，你可以唱到你佢唔使得，佢兩歲就應該得噶，好快。睇下，我自己可以咁樣入嚟噶喎，我自己咁樣入嚟，要只大啲嘅姐姐先可以自己先可以自己落嚟噶喎，要抽大個先可以自己落嚟噶喎，兩歲都唔得噶喎。弟弟你瞌睡呀，瞌睡，好不好，弟弟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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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弟弟你一岁了。OK， 拜拜了，拜。姐姐生日了。OK， 拜拜。